哇，冲出去了，居然还可以从前面正上方，哇，太酷啦！啊，摔下去了。你看这个暴风，它比较大台，所以下不去，会卡住。那暴风跟它不一样。对呀、啊。暴风是有很大力气啊，是它是大的。闪电麦昆，哇，超级胖老爹。那一台黄色车叫什么名字啊？麦昆。不要，完全好像没有怎么记忆点。麦昆。麦昆，闪电麦昆。哇塞，这个盒子不用了。妈想要买这个给我。你要给依依玩呢、啊。嗯。妈想这个不行。嗯。那风暴太大台了。嗯。咻！哇，跑太远啦！没想到这个还可以这样。还可以这样，这样就不会跑到那里去。嗯，哇，还可以走在上面哎，太酷了！可以放在上面。哇，胖老爹啊，这一台车真的很大台耶，都载他们去比赛。嗯，闪电麦昆。到了。哇，还可以从他的头上出发，还从嘴巴这边有一个山洞。嗯。哇，真酷啊！啊，咻，咻咻咻，哎，会卡住我，哇、啊，受伤的。哇，他喜欢玩这个溜滑梯，还会甩尾耶，超酷的啦。